Sega 在2000年推出的威力网球系列推出至今已经10年了，而最新作威力网球4也预计2001年春天登场。威力网球4不但有更栩栩如生的画面表现跟新系统，并对应 PlayStation 动态控制器、 Kinect 体感控制器以及 Wii 的 Motion Plus， 只要利用直觉并且灵活的移动身体，就可以充分享受游戏的乐趣。另外 PS3 版本还支援 3D 立体视觉效果，在威力网球4中登场的角色以及场地都是实际存在的网球界的明星选手和知名赛场，甚至一些选手还参与游戏的制作。看来威力网球4可是想要打下网球游戏的经典地位呢。